在六四前夕发生如此重大伤亡的船难事件，但是大陆各地对六四的加强监控仍然持续当中，一夜之间就有20万个 QQ 群被封锁。今年的6月4日是中共镇压天安门学生和平请愿的26周年纪念日。为了阻止民间追查，了解六四真相，中共不仅大量控制民间活跃人士，还展开了网络大清查。1日，首批50个省市的警察机构以所谓的网警巡查执法账号，统一出现在微博、微信和百度贴吧上，以进一步加强网络监控。2日，中共媒体宣称网警执法首战告捷，一夜之间封掉了20万个 QQ 群。大陆知名网友秀才江湖说，这几天不仅 QQ 群被封，还有大量的微信群以及微信号、微博账号等被封贴删号。微信群我亲眼看到他们正在群里面聊天，突然就没有更新了，几个小时没更新了，停滞了，后来就发现是封群了。我觉得很气愤，真话都不让人说，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还有必要存在吗？秀才江湖表示，这些被封的群没有发布任何有害或违法信息，只是发布了一些揭露当局隐瞒六四真相的言论，这使得大陆社交网站感受到压力，在几天纷纷贴出告示提醒群内成员，这几天不要发有关政治的资料、图片或视频。网络清理从群开始，网警和百度联手进行。我的群大群都被分了，小群还好。就人是比较多的，就是400人的大群啊，特别繁荣啊。只能说是做敏感日子吧，他们也是做贼心虚嘛，是吧？害怕更多的人知道真相，知道历史，知道他们过去的罪恶。同时，网民们不仅担心被封号封群，更担心因言获罪。甘肃兰州党报编辑赵文就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讽刺殉职警察的言论，5月28日被停职。4日，东网刊发评论说，26年来，每到六四纪念日，当局都提心吊胆，担心民间对六四的愤怒和祭奠，以及对现实的不满，导致政权的崩溃。评论认为，最近的庆安枪击案也被中共联想到六四开枪，因此对声援者来一个抓一个；而新出现的优步打车也被中共联想到六四，因此对出租车公司进行控制。还有学生高考结束，同样被中共联想到六四，所以禁止撕考卷从楼上散落，以免让人联想到六月飞雪。